所有的长官贵宾莅临到今天我们元旦的升旗典礼，那我们即将在副议长李小忠副议长也来到我们当中，欢迎您。国力向前，荣耀桃园，桃园市庆祝113年元旦升旗典礼活动正式开始。各位长官、各位贵宾，还有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早安。非常欢迎大家莅临113年元旦升旗典礼。在今天的早晨呢，看见大家一起齐聚在桃园市的市府广场，要借由充满活力的元旦升旗典礼来迎接充满希望荣耀的113年。在今天的元旦升旗典礼呢，我们将透过新生代、中生代还有壮士代表的演出，彰显桃园各世代人才特色与才华。那么在今天呢，除了邀请金曲歌王殷正阳、国旗达人张老旺先生以及建德国小合唱团一起来领唱国歌之外，同时我们也特别邀请中华民国陆军专科学校战鼓队以及开南大学还有新兴高中的学生，要合力展开巨幅国旗，在气势磅礴的气氛下，共同为桃园迎接充满崭新的未来。那么在典礼一开始呢，我们特别邀请中华民国陆军专科学校战鼓队带来开幕序曲。那么战鼓队呢，是以击鼓气魄彰显国家国军训练的纪律，并且以培养学生成为允文允武的专业士官为目标。今天他们带来的曲目是雷霆万钧，要展现磅礴的气势，搭配战旗的舞动，象征国家勇猛刚强、坚毅不拔的勇士精神。现在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中华民国陆军战鼓队带来的表演。
掌声，谢谢中华青年的决心与毅力，请展旗。我们全体管理人员面向桃园市政府舞台上方国安国旗达人张老旺先生以及桃园市建德国小合唱团带领大家一起领唱我们的国歌。这个时候呢，为了留下这个非常难得的时刻，我们要一起来请礼宾人员引导在前方观礼的长官贵宾们，我们一起呢面向舞台这个地方来。第一张哦，看向我们的媒体，来第一张微微的笑，好，我们保持五秒钟，来五四三二一，好。第二张呢，我们当把那一说荣耀桃园，各位双手比赞好吗？好，也让我们的媒体记者先生女士来捕捉非常棒的画面哦。好，来荣耀桃园赞，好，一样保留五秒钟，来给我们的媒体记者先生女士来捕捉画面。好，我们的媒体记者先生女士都捕捉到画面了吗？好，
我们还有媒体记者先生女士都捕捉好了吗？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一一的邀请我们的贵宾到我们的舞台上方，一下到这个地方，我们来继续我们下一个议程。好，首先邀请的是我们的同恭请我们的市长来为我们致辞，欢迎市长。马英九总统，还有魏美玲委员、张玉梅委员，还有李小松副议长和所带领的好多好多今天来参加我们这个升旗典礼的议座朋友，还有我们市府团队，还有好多我们的，我想大家心里面都有一股莫名的兴奋和感动，对不对？今天风和日丽，中华民国113年开国元旦，在这边先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过去这一年，算震撼我们所有市府团队，谢谢我们所有市民朋友的支持，让我们在市政满意度和对桃园的荣耀感上面都有一个不错的成绩。在这边，战争先代表我们所有市府团队跟我们桃园所有的市民说一声感谢，我们继续努力，一定把桃园打造成一个我们台湾最亮眼的城市。桃园是六都里面人口成长率最高的城市，也是所有县市里面工业产值最高的城市。我们可以说桃园是一个蓄势待发会越来越好的一个城市。我和市府团队过去这一年深度了解桃园未来的发展需要，我告诉我们市府团队说，不要看我们任期，要把桃园想成每一个人在这边生活一辈子的一个地方，一个家园，用这个角度来看看我们希望桃园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开始着手规划我们桃园长久的城乡风貌和交通建设，我们希望引进更多元的产业，让我们市民朋友有更好的就业选择，更好的就业环境。我们也开始去检讨我们的市政建设，譬如说我们缺乏医疗资源，我们的下水道普及率还不够，还有我们没有市政园区，这些都是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的地方。还有我们看到未来是一个智慧科技的时代，我们要把桃园打造成一个名副其实亚洲最亮眼的一个智慧城市。面对极端气候，我们必须把桃园的所有的皮塘水圳整理好，我们要保护我们桃园的永续发展的环境。最后，桃园优美的自然景观还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必须要让全国的人民、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桃园的特色。我想这几个六个大方向，我们努力努力地往前走，我想若干年以后，桃园真的会变成我们全国最亮眼的城市。我在这边希望我们所有的市府团队还有我们的市民朋友，大家一起努力，桃园是我们的家园，我们要把它变成我们子子孙孙最好最好的家园，宜居的家园。在这边再一次，中华民国开国113年元旦，2014年元旦，再一次恭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非常谢谢市长带来的祝福，也祝我们新年快乐。桃园市张市长、立法委员、各位议员、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好。今天是中华民国113年的第一天，非常荣幸能够跟大家一起迎接今年第一个早晨，高唱国歌，共同见证中华民国国旗冉冉升起的美丽画面。张市长在去年12月25号就任，短短一年就完成了超过150项大小政策，例如率先六都实施代理教师全年聘期，保障代理教师同工同酬的权益，这项创举引起全台各县市跟进，跟中央修法，带动台湾教育改革，创造家长、老师、学生三赢的效益。其次，实施国中国小营养午餐免费的政策，
全面照顾国中小学生的健康，做到食材营养安全、家长负担减轻、学生安心就学的目标。第三，桃园又率全国之先成立妇幼发展局，在今天1月1日正式开始运作，将全方位协助妇女职涯发展，兼顾家庭，进一步照顾幼儿跟不同阶段的女性朋友的需求，打造妇女与孩童的友善城市，为城市的未来奠定优质基础。这是我国第一次有地方政府成立专门处理妇女与儿童事务的机关，我要为张市长这一项创举大声喝彩。近来连续几个民调都显示，桃园市民对张市长的施政满意度超过70%，市民的荣誉感超过80%，更说明了张市长领导的桃园市府团队制定及执行了许多让市民非常有感的成功政策。不论是这个打造友善的创业环境，推行人本交通环境，提高社会福利的措施，都让桃园市民觉得生活品质真的有改善。而科技执法、旗舰公园能计划这种硬体呢，更持续为桃园打下良好的基础，并积极朝向数位发展，运用 AI 等相关科技打造智慧城市。这个是我们张市长科技的本啊，各位知道他是台大独木系毕业啊，康奈尔大学的电脑的硕士的博士。事实上，我在20多年前担任台北市长的时候，也是在率各县市之先，在1998年提出网络新都的创举，提供市府免费3小时的电脑操作训练。现在年轻人都不需要我们训练了，鼓励市民多用网络，少用马路啊！虽然我姓马，相信再过几年，我们一定会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桃园市。张市长比我小4岁啊！我台大法律系毕业那一年，他刚刚进台大土木系。我认识他很晚，但是很欣赏他这一位很有人文素养的科技专家。过去我们同事的时候，就了解他的行政的能力与理念，也请他来担任我们行政院第一任的科技部的部长，不久升任行政院副院长跟行政院长，他都做得有声有色。一个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不是看任期有几年，也不是看下届连任好不好选，更重要的是用长远的眼光替国家、替所在城市做好未来10年、20年的规划发展。先前张市长提出的好通勤、好就业、好教育跟好生活的4个基础蓝图，正是让市民安居乐业、让桃园长治久安的关键构想。各位乡亲，我个人呢，是出生在香港，1岁10个月的时候才搬来台湾，小学在台北女师附小念到2年级，我妈妈呢就调到桃园的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担任统计专员，我跟着她住在龙潭1年多，2个礼拜回台北一次。我当时念的学校叫做三坑国小，现在已经改名叫做石门国小了，不再是三坑了。我借住了1年，所以我对桃园一直有一份第二故乡的特殊感情。看到张市长在桃园做得这么好，真是为他感到高兴，也为曾经同住同学1年的桃园乡亲感到高兴。未来1年，期待张市长持续运用行政资源，带领市府团队秉持清廉、有力、努力、会做事的信念，认真建设，照顾人民，倾听民意，人民的幸福不分蓝绿，只有用更谦卑勤奋的态度，才能跟市民站在一起，吸引更多更好的人来为桃园打拼，让桃园成为世代共荣、共好共享的幸福宜居城市，好不好？好。最后再次感谢这个能与桃园的乡亲一起参加元旦升旗，祝福中华民国国运昌隆，桃园更有活力，
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马总统带来的祝福跟勉励，非常谢谢总统。现在呢，要邀请马总统。市好，马前总统好，各位长官大家早。马前总统，我们又见面了，好久不见啊，龙腾龙事呀。这个今天非常非常开心，而且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日子。好，今天就在这样，那让大家一起来玩得开心，运动的重要，好不好？那我们游戏规则很简单，那个我们马前总统才之前还来上过我的课，而且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他玩他的，我玩我的，我们各玩各的。啊，运动就是要开心嘛，市长是不是这样？哎，好，太好了，来，方向跟我同边，这样子会不会？试试看，哎，站在台下的同学，方向跟我同边，上面的也跟我同边，对，很好，就是这样，你看，完全跟我不一样，太好了。对，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要这样。好，今天要让大家玩得开心，有一个动作很简单，这个动作会不会？对对对，打开你的双手，打开你的双手，尽量的往前一点啊，尽量往前一点，放轻松，我这样子也会，这么难的动作也会，各位长官没问题啊，没问题啊，这是第一个动作，第一个动作记起来没有？记啊。好，第二个动作跺脚会不会？会不会跺脚？哦，太好，太棒，太棒，太棒，对，就是这样，对，就是这样，好像骑车一样跺脚，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太好了。好，两个动作没有问题，对不对？好，第一个动作加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是什么？刚才第二个动作是什么？第二个动作，哎，这么难你还记得起来？市长没问题吧？太好了，马总统没问题，对不对？太好了，你看跟上次一样啊，太棒了。第三个动作有点难，第三个动作，一二三四，对，来放上去，来五六七八，啊，转一下，转下来，二二三四，啊，甩一下两边，五六，再来一次，一二三四五六，哎，乱七八糟，二二三四，再来一次，给我一个尖叫声 ，Come on，Here we go，Here we go，Here we go now，Here we go，Here we go，Here we go now， 对，太好了，三个动作我们可以连在一起，好不好？好的，这个今天非常开心，就要让大家分享健康对自己有多么的重要，拼命是可以赚钱的，拼钱赚不到命。对不对？随时都可以赚钱，但是这个运动，这个健康是有限的。今天我们让大家知道健康的游戏规则怎么玩，就是跟着潘老师一起来，越轻松越好。马总统准备好没有？市长准备好没有？准备好了，准备好，我们就开始喽。马总统这次没问题了哈，这次跟我一样没问题的。哎，我们马总统是这个哈佛毕业的，我以前也是，我也是哈佛的，真的，我也是哈佛的，我是哈尔滨佛学院的。哎，对对，好，大家开心开心就好。音乐来之后，我们就开始哦。听到音乐之后，就是游戏规则，你玩你的，我玩我的，音乐放他的，这样好不好？再给我们个尖叫声！我是 Music Queen，Here we go，Put your hands up！ 老师，音乐来喽！随你跳，随你跳，随时随地都跳，随时随地都跳，随时随地都跳，别站在旁边傻笑，请跟我一起跳，尖叫声！跺脚会不会？跺脚，刚才教过的，厉害了！你看，太棒了，每一个都会，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他妈的，击败！左手右手在哪里？右手 ，Here we go, here we go, here we go now, here we go, here we go, here we go now, here we go, here we go, here we go now, 快击败，快击败，快击败 ！Here we go, here we go, here we go now, here we go, here we go, here we go now, here we go, here we go, here we go now， 摆个 pose， 尖叫声！太棒了，太棒了！谢谢市长，谢谢马前总统，谢谢谢谢。哎，这个好不好玩？好玩，还要不要再继续？啊，还要的。哎，不好意思，价钱只有到这边而已啊。好，希望大家每一个人都能够玩得很开心。我说过，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潘老师61岁，跳了40年没有停下来，但是今天要让大家知道运动健康对身体的好处，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好了，我们是不是谢谢潘老师？好，那我们等一下还要继续，对不对？对，但是我们要先用掌声来谢谢我们马英九总统，还有我们的市长，跟着我们呢一起活力影响新的一年。那因为市长跟总统还有其他行程，我们是不是再次用掌声谢谢市长？成长率6%最高，工业产值6%最高，我相信说
随时随地都要，随时随地都要，别站在旁边傻笑，请跟我一起跳尖叫声。 Come on, here we go, here we go。 每个方位太棒太棒太棒了， Come on, let's fight。 左手右手在哪里，右手 Here we go, here we go, here we go now。Here we go, here we go, here we go now. Here we go, here we go, here we go now. Let's fight, let's fight, let's fight. Here we go. 尖叫声！ 好，谢谢大家，谢谢。太棒了，太棒了，谢谢。升起的美丽画面。张市长在去年12月25日就任，短短一年就完成了超过150项大小政策，例如率先六都实施代理教师全年聘期。保障代理教师同工同酬的权益，这项台湾教育改革创造家长、老师、学生三赢的效益。其次，实行的健康，做到食材营养安全，家长负担减轻。第三，桃园又率全国之先成立妇幼发展局，在今天1月1日正式开始运作，将全方位全助。爱多是。为民先锋祖业飞行祖义师从实行使用必行必专业士官为目标，今天他们带来的曲目是雷霆万钧，要展现磅礴的气势，搭配战旗的舞动，象征国家勇猛刚强、坚毅不拔的勇士精神。现在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中华民国陆军战鼓队带来的表演。